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C 零的语音资料库，要跟语音资料库。那我们这专案的目标是要让大家来录音，然后建立没有版权的语音资料给大家下，给研究者可以下载，然后可以拿去做你要做的任何事情这样子。那我们国语的资料是从四年前开始录音，然后现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开始台语的录音，所以既然我们在台南，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台语录音，来就是建立台语的语音资料。那目前我们的成果是国语的部分，目前有一百个小时，15小时到今天最新的进度。那台语目前有5个小时48分钟，那希望就是可以尽快超越国语的进度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成果是第一个，我们整理了共笔的连结，这大。今天早上来点进去的时候，会发现那个连结是失效的。那我们今天有把它就是手动整理了一下。然后第二个是投影片连结。哦，最后面这个投影片 URL 的投影片失掉。喂，过去是只有的国语的部分的投影片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今天再把台语的部分的资讯也加了去，就帮这个投影片的资料补充了一下。啊，不过因为我是用那个 HackMD 的投影片，然后好像资料太多的时候，它投影片显示不出来，所以还回去还要继续修。然后第三个进度是我们今天把从上一次大松到现在，我们手上在整理各资料。就上次大松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就是上次大松前，我才发现说书名跟曲是没有版权的。书的内容跟歌曲的词是有，但是书名跟曲名是没有被版权保护的，所以我们就抓了热门借阅过去3年的某某图书馆热门借阅书籍的书名，然后还有台语热门歌曲400首的曲名，然后整理了之后，今天把台语的部分补了这400首歌进去，410句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台语20000句了，就欢迎大家来录音，把它全部录完。你大概可以就花30个小时，可以把它全部录完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。感谢大家一起来录音。